个神奇的动物王国，许许多多小动物都在那里幸福快乐地生活着。今天，动物王国的狮子大王想邀请爱动脑筋、爱学习的小朋友去做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去吗？狮子大王还准备了动物王国最美丽的花朵送给你们呢。来，让我们坐上火车出发吧。瞧，我们一起来到了动物王国。哎，大门上有一道狮子大王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芝麻开门题目，只要你能正确的答题，森林里的大门就会为你们打开。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给下列字选择正确的读音，画勾。小朋友们，这些字你们能读吗？那就让我们响亮的读一读吧。林、纵、真、静、波、令、梦、掰。读得真好。那你能把正确的读音画上勾吗？请你们想一想，选一选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选好了吗？来，咱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。第一个，乐银林，它是一个前鼻音的字，所以选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粽子，我们一起拼一拼，自翁粽。没错，它的声母是平舌音，所以选第一个。第三个字，真，知恩，真，它是前鼻音的字，所以选第二个。后面一个，静，鸡应静，它是后鼻音的字，所以也选第二个。咱们再接着看第二行的字，波，波哦，波，选第二个。令，乐应令，它是后鼻音的字，所以选第一个。梦，梦，梦，做梦的梦，选第一个。最后一个，掰子，波哀掰。瞧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选对了吗？太棒了，动物王国的大门为你们打开了。看，孔雀姐姐带着我们来到了森林的深处，正好啊，看见一只小白兔在采蘑
原来呀，今天兔妈妈生病了，想吃新鲜的蘑菇。出门前，兔妈妈告诉小兔，只有正确音节的蘑菇是可以吃的，其他的蘑菇呀都有毒。哎，你们能帮帮小白兔吗？小朋友们瞧，句子中有很多的多音字，它们在不同的词语里面的读音是不一样的。请你们试着读一读，选一选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好了吗？来，请小朋友们看第一个句子，咱们一起来读一读。已经十点钟了，你得上床睡觉了。第一个读得，得哎得，你们选对了吗？第二个，睡觉，鸡要叫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会选了吗？咱们接着看第二个句子，请小朋友们跟着老师读一读。听音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你瞧，第一个字念乐，音乐的乐，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。第二个字念乐，快乐的乐，你们选对了吗？真了不起。咱们再看第三个句子，我们一起读一读。你现在有空吗？请把教室扫干净。第一个字念空，有空的空，拼音是 k-ong 空。第二个字念干，歌安干，干净的干，没错。咱们再看第四个句子，我们一起读一读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一种小鱼竟然会爬树。这个字念第三声，是种，种，一种的种。最后一个句子，让我们一起读一读。一只蚂蚁背着粮食在潮湿的地上慢慢爬。第一个字念只，整体认读音节一只的只。第二个字背，波 A 背。第三个，石子在这
的词当中念轻声音节，所以咱们选第一朵蘑菇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会选了吗？太棒了！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再帮小白兔检查一遍。你们真聪明，掌声送给你们。接下来呀，咱们要跟着可爱的小猴子来到了生字芳草地。小朋友们，上面的这些生字你会读吗？让我们响亮的读一读吧。果、水、枝、包、玉、瓣、意、音、网、居。读得真好。那你能按照他们的笔顺规则分分类吗？请小朋友们试着填一填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填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对一对，看看自己填对了没有。先外后内的字，我们来看看哪些字是先写外面再写里面的呢？瞧，包、网、居，你们写对了吗？我们再看，先外后内带封口，果、音，太棒了。接着看，先中间后两边有哪些字呢？水、半，没错。我们接着看，点在正上先写点，这会是哪些字呢？哦，有枝子，还有叶子，太棒了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空，点在里面后写点，你们找到了吗？对了，这就是玉字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，小猴子呀，要奖励你们一朵神秘小花。小朋友们，玩了这么久了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放松放松吧。我爱我的小鸡，小鸡怎样叫？
下面呀，就让我们和小松鼠们一起到智慧大擂台里闯一闯吧。瞧，汉字加减法，第一行加一笔，第二行减一笔，第三行变一笔。哎，它们都会变成什么字呢？聪明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按照要求将它们变成另外一个字吗？那就请你们动动脑，动动手，写一写吧。小朋友们写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第一行，大字加一笔，会变成什么呢？你瞧，会变成天空的天字。对了，有很多小朋友都知道，还可以在撇的下部加上一点，变成太阳的太字。是吗？你们真聪明。再看第二个，王字加一笔会变成什么呢？没错，这就是玉字。杆子加一笔会变成什么呢？瞧，午后的午字，真了不起。咱们接着看第二行，简易笔。首先，我们看方字简易笔会变成什么呢？对了，变成了万字。瞧，字减去一笔会变成什么的？字，再看白字减一笔会变成什么？对了，日月的日字。好，咱们再看第三行，变一笔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个无字，变一笔会变成什么呢？是的。天空的天字，自己的己字变一笔会变成什么呢？没错，把最后一笔竖弯钩写出头，就变成了已经的已字。太棒了！咱们看最后一个干净的干字，变一笔会变成什么呢？对了。把"干"字的第一笔"横"改成"撇"，就变成了千万的"千"字。小朋友们真聪明，再送给你们一朵神秘小花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森林里的奇幻小屋。小屋的主人呀，要来考考你们。听，
聪明的小朋友们，请你们赶紧动动脑筋，写一写，填一填吧。做好了吗？咱们一起来看看，它们都会变成哪些字？青字加上言字旁，变成请，可以组成请坐。青字加上三点水，清，清水。没错，青字还可以加上竖心旁，情。感情，对吗？瞧，第二个景字，景字加上言字旁，讲，讲话。景字加上走之，进，进去。八，八字加上提手旁，把，一把。八字加上口字旁，八，好吧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金字，金字可以加上走之，变成近，远近。金字还可以加上口字旁，听，听说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做对了吗？太了不起了！小屋的主人也要送给你们一朵神秘小花呢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小象的家，看，小象啊，正在发愁呢。你能帮帮它吗？瞧，这几个字你会读吗？咱们一起来读一读，玉、象、群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会读的字，咱们可以用什么查字法来查字典呢？对了，我们可以用音序查字法来查字典，对吗？现在就请小朋友们拿出字典查一查吧。
朋友们查好了吗？咱们一起来填一填。句子的音序是大写字母一，音节整体认读音节吁，主词可以组成相遇。酱子的音序是大写字母鸡，它的音节是鸡央姜，组词降落。裙子的音序是大写字母七，音节七晕圈，组词一群。你们写对了吗？真不错，再送给你们一朵神秘小花。小朋友们，咱们在森林里呀，玩了一大圈，也很累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离开之前，咱们看看神秘小花里藏着些什么呢？来，咱们响亮的读一读：聪明、专心、活泼、能干。太棒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真是既聪明又专心，既活泼又能干，老师为你们点赞。好，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儿，小朋友们